好，我们跟领取对话吧。嘿，火气火气，哪来的老鼠这么大，还说人话？居然在烤紫酸灵芝，太浪费了！这种东西当然要生着吃才好吃啊！大老鼠啊，呸呸呸！本尊乃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至尊光兽领取。别嚷嚷了，你的灵芝糊了。嘀嘀，今天的灵芝还刚崩脆了呢。等等，谁在和本君说话？本君不是在山河寺里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本君的神车呢？说，你们几个，莫不是那石嬷嬷找来的帮手来偷本君的神车？快交还给我！本君考虑拿石嬷嬷最喜欢的压缩钢梁入梦符给我们做交换。压缩钢梁入梦符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切，少见怪！本君还能骗你们不成？来烧入梦符，释放梦境，本君带你们长长见识。好，这个是，哦，关卡啦！哇，竟然有这么多奇怪身影的梦被封存在符咒里面啊。三眼精怪皆有梦，将这些梦封存入符，便能得到一保留。如果烧掉这些符咒，便可重新释放梦境。看看这脖子一张朱砂两点，众生之梦皆在其中。所谓浮生若梦，这里面的就是夜师被封存的梦。要吗？来看看，我们来啦！等等啊，梦里面我们变成夜之的，知不知道？喂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怎么打个瞌睡就？这是梦吗？哇，夜之的声音，我是夜之。雨熙，依依，阿良，是你吗？你怎么变成夜痴了？啊，雨慈哥，雨姐姐，我们是夜痴。头儿是夜痴，夜痴可比石怪好对付，咱们要么还是改行算了。嘿，改什么行？烈士名声好听，懂不懂了你啊？手脚轻点，少坏些皮。东满西泽，那边的小夜是要活的，达官贵人出了高价要的。那些烈士的好像对我们动手，雨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地面上的噩梦之阵，我们像是夜痴，有技能能将这些人击退境内阵内，消耗他们的气血。思考如何移动才能将目标推进梦魇。猛击是固定两个 ，OK。推进噩梦中，就能让他们进入沉淀噩梦啊。OK， 使用夜师的猛击技能，将猎食人击退至沉面噩梦，是念面吗？面。OK， 进入里面的角色会直接死亡。OK。头啊，这群夜师好像有防备啊。瞎说什么？畜生懂得建个防备，动手！你快宰了！我们先动玉石梁，走这里。怎么跑掉了？OK， 然后我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如果走到这里来，不行。他我只要看格子一下。好，我们让他走过来就好，所以我们待在原地休息。没，他怎么自己去踩了？我还以为多难呢，初期这么简单哦，他会想那么久。好，解决，拜拜，再见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
不好，他们竟然这么快就醒了。本君的酒倒好像没醒，糟了糟了，还没走到三合子。大贤，你这翻翻找找做什么呢？你这陆墨符不会也是这么偷来的吧？啊呸呸呸，胡说八道，这是本君从石墨墨的老巢里找出来的。那还不是偷？而且石墨墨不是吃墨的吗？能有风尘墨迹的能耐？这或者与石墨墨无关。包尾族传说中有苍狼白鹿，苍狼守护白日，白鹿守护梦境。这陆梦符倒像是传说中的白鹿所绘。守护神风梦，我怎么就觉得是有什么人封装这些梦，偷走众生之梦呢？哼，就是石墨墨跑不掉的，他就是想把梦存起来当过冬的干粮。没。那岂不是说要陆梦符得找石墨墨的行踪？依依听说他喜欢顺地脉活动，据说有本三合志和地脉有关系。哎，大耗子，你好像在找这种神策。哎，说来话长，那是本君与石墨墨的纠葛了。你们想找陆梦符，那就慢慢找呗。阿莫该是把陆梦符藏在九州大陆的一角鬼厩里啦。想陆梦符来找我啊！哇哈哈哈哈！我怎么觉得这些台词很熟悉？张无忌想要救六大派，就来大都来找我吧！一找就是二十几年了。陆梦符是番梦境，哦，这陆梦符是要去拿到才可以进去，是不是？破除梦境之困局才能重返现实，完成梦境关可以获得梦主的魂石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拿魂石用的。哦 ，OK， 大概知道了，懂了。